Hello，今天我们吃豪华生腌。哇，第一次生腌帝王蟹腿哦。好吃到挑眉，肉丝很清晰。哇，不错，很绝。先来一只红魔虾。哇，等一下吃肉，谁下去呢？先说一下虾呢。哇，这红魔虾今天是有虾膏的，看到吗？这个虾膏巨香，这虾线比我的血管还粗。高线，加钳子太硬了，留来煮粥。嚼嚼，等会等，好好啃一啃。这个是夹线虾，熬虾真的很鲜甜，洁白的荔枝肉，这个黑虾真的老大了。这个也是生的，哇！妈呀，这个虾王都掉出来了！哇，这个小青龙好完整啊！这个放了很多白酒，好浓的一股酒精味。这个真的很适合拌米饭吃，吃起来真的鲜甜，不愧是潮汕兵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的捞汁小海鲜，这个声音你们爱了吗？你们吃过这么大的扇贝肉吗？好多皮老板，
圣诞老人的鞋子。好鲜甜，暴风形容这个恋爱呢。我们小脑子一定要细品，太香了，把香馨叼出来了。这个不知道收没收，有点怕怕了，还是吃个鞋子压压惊吧。给你们展现一下徒手包龙虾头。哇，这今天的小熊肉好紧实啊。好，今天你们猜猜我吃的这是什么。首先我们排除牛骨髓，第一次吃蛮好吃的，我第一次吃这种面条，肥肥糯糯的，太好吃了，都是大骨头，不用担心小刺卡嗓子。肥肥油也是叫做鱼下巴，好好吃哦，你们敢不敢吃鱼肥油？这个有点像在吃香蕉，是一颗绿色的蒜，来个恋爱脑。让我把恋爱脑吃了，我要无脑爱大家。
那肥油太好吃了，下次我要专门录一期纯的鱼肥油。小鸡子，今天的食物都是蛋白质满。